我有忧郁症。哦，威帝，水啦，威帝，威帝，面豆腐，真的卷枕头，拿了不少。好，接下来再访问玉正啦。其实今天晚了一个小时才开始，那对投手来说，我相信在调整上也是比较困难。那怎么样的去来调整，然后让自己今天一样来缴出一场用先发的好投？就那个保持投球的感觉，然后做调整。OK， 那其实今年呢、啊，已经到下半季了，那今年的投球技术已经突破了去年。像是如何调节来面对接下来的比赛，就跟体能跟多沟通，做一些让自己的体能可以强化的。好，这个帮大家问题好笑了，就是我们头上很多人说我们玉正长很像我们的电竞选手 Faker 啦，你们想一下，应该没有很像吧？哦。Origin， 今天就有一个教练可以拿到枕头了。好，当然今天郭玉正的这个先发表现非常出色。至于在攻击的这边，那就是大家久违的吉桥总冠，今天不但归队，而且马上就炸裂轰了本季第七发的全垒打。所以接下来为你访问到的就是吉桥。Hello， 皮大你好，我是小石。那今天的球评则是邱子春教练。哦，春教练好，春教练好。哎 ，Hello， 皮大。有。有。感谢啊，感谢。Yeah。吃好睡好吧，然后就是多多
能量的累积啦。说真的，膝盖受伤就是想要让它快点好，就是多休息，然后做很多恢复啊，然后还有把肌力练起来，然后其实说实在就是有这段时间休息，然后力量就慢慢回来这样。嗯，那你今天在整个比赛当中，我观察好，包含你在击球的策略、timing、节奏上，真的不像一个休息一段时间，而且没有参加过二军的一个练习赛。在打击上，你有什么调整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就是其实平常就有就是保持就是一直看比赛的习惯嘛，然后那就是在二军这边就是会跟教练啊，然后队友沟通，就是打击上面策略，然后他们看到什么，这一局比赛可能有什么缺失，他们就是很愿意跟我讲，对，然后就是方向都是蛮正确，很积极正面这样子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想请李老谈一下你今天那一发全垒打，哇，打出去应该就知道是留不住了吧？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当下的一个感受？感受其实没有感觉太多，球碰到阿大姐的感觉了，就是刚好 timing 都很好，轻松的带出去。嗯 ，OK， 我还特别去问那个，就是我隔壁间那个 Jack Man 的同队的勤收人员，他们说那一轰的初速是177公里，对，即使在大联盟都还算很快，所以这是你生涯最快的一支全垒打吗？就初速最快的吗？对吧？就是最快的。是吧？所以我就诞生在今天晚上，而且还是伤愈归队的首战。那你一方面也蛮兴奋的，然后就谢谢球迷经常为我们加油。昨天我有你们下大雨啊，然后还我问天呢，